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笑里藏刀来说一句话。笑里藏刀是웃음속에칼을품다입니다。그럼아래의문장을읽어보면서笑里藏刀이단어의뜻을깊이게이해봅시다。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是笑里藏刀，别有用心。再听一遍，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是笑里藏刀，别有用心。好，下面呢，我们边读边理解。表面上。경성입니다。表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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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면도반경성입니다。좀약하게읽어주세요。表面上，表面上，겉으로보기에는很热情，热情，热情，군소름입니다。군소름，热情，热情，青도경성입니다。热情。热情，경성이지만번성절을가지고있습니다。热情，热情，이렇게읽지말고热情，热情，热情，번이성을살리면서약하게작게읽겠습니다。热情，热情，热情，열정。그러니까그는보기엔아주열정적이지만열정적이지만기실其实其实건설음其实其实기실기실은笑里藏刀笑里藏刀笑里藏刀웃음속에칼을품다웃음속에칼을품듯이겉으로는웃지만속으로는땅궁디를한다는뜻입니다。다른심보를가지고있다는뜻입니다。그래서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单마음을가지고있다。지금이런사람들이아주많습니다。겉으로는좋은척하지만속으로는다른궁지를하고해칠궁지를하는사람들을이루어서하는말입니다。好，그럼下面我们最后把这一句话再读两遍。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是笑里藏刀，别有用心。再听一遍，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是笑里藏刀，别有用心。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